海葵台风路径预测直扑台湾，气象局海陆警齐发，不排除靠近台湾时强度及暴风圈会再增强。海葵台风将在明天的下半天到后天的上半天有机会通过台湾的南部附近，这个地方其实环境就已经是非常敏感了，只要是它的整个外力稍微有一点移动，目前也是有资料显示台风可能在还没有接近台湾附近就已经有开始转圈的现象，所以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它不登陆的可能性。目前综合评估还是认为登陆可能性最高，气象粉专观察云图发现有云卷风眼努力增强中，日后白天起北部东半部短暂阵雨，尤其东北部特别明显，中南部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注意局部雷阵雨，而入夜后水气增加，东半部降雨越来越明显，三号之后各地都有雨，花东紫报要严防豪雨甚至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下半天台风靠近包括南部地区降雨也增加。现在看起来海葵台风它有机会在通过台湾的这段时间速度会因为整个导引气流减弱而逐渐的变慢，那有部分的资料显示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有可能会有一个转向或转圈的状况。若未来真的登陆，海葵跟地形产生交互作用，后续变化都还很大，甚至可能持续滞留，拉长影响台湾时间。而预计台风在通过台湾之后，后续将在台湾海峡这一带呈现滞留或者缓慢移动的状况，因此对我们南部地区降雨的影响有可能会持续到下周的二或三。海葵不管登不登陆，对台湾都会造成影响，尤其这两天年度大潮，西半部沿海低洼地区还得严防排水不良。三立新闻李文胜、曾家轩、SNG 小组台北报道。